绿色的，对不对？就戴在头上的那一种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是。哦，好，大家知道台湾的蓝色跟日本蓝色是怎么样称呼的吗？青，对，对，在台湾青色是什么？刚刚讲的绿帽，对，不是啊，绿色，对不起，绿色。那日本的蓝色叫什么？对，所以接下来这些手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要吹什么了吧？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没有让你们懂啦，下去都会知道的。掌声热烈欢迎赵华的完胜！Thank you.